把你画面调到这儿，画起来放那个，放个吊杆架子。你这搞的谁？我这搞的了。 那个碰上了没？哎，我们碰上了，真的哟。好啊，我到那儿了。下来，下来，我就下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别慌，好。基本上要在。高也在高头。啊，那会儿在地。是不是你写的吧？慢，我就讲放个嘛个东西。那个吧。那。大爷先磕那个，先别动吧。 哎，不要中，我大量看。来，来，快去！哎，大量看。干嘛呢？来得，买一坨。再去，买一坨。要得，空价给是吧？空价给多少？啊，这一阵涨起噻。要得，胸围厚啊。真好啊，来嘛，来得活来得活，听听起来开心。你要找好，好，快去，好，不是上来，不是上来。过来。 不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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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看有得到好远。对，养的那个树有好长，我们包好长。这就是扎起的样子。扎起扎起嘛，哎呀，管它的，大差不差就行了。都冷静了，还是要拆菌一下。光头把腰没拆。嗯，把个腰没也对。打腰没了，那也行了。不打腰没，他其实他也滑不下去，因为他有那么左脚是个叉叉，他啷个得滑的？这是房子拆下来的啊，啥说的？全部顶的果子。那点那些树干嘛，那些树是吧？是不看的话，把长了没好处了。反正也可能要靠墙。嗯，要靠，差点拉土堆。差不差得开？这差不多了。拿点石头。
送了。我吃长的啊，长的啊，而且不中。哎呦，你丢！这啊，这哎呦，我班长，快打几把我敲得了，老师，把我敲得我压不了路。我妈哈，你还往前走，还要往前走，还要往前走。然后哦，还要往前走吧，要往那刚刚那摆转的，转，哎，对头。没事。好，何姐，给我上来哈，跨个脚，老师给我跟前，跟前哈。挂号挂个个好，我站上来。好，来起。走。我圆的哦。圆的哦。慢点，过来。好。是的。哎，你太轻，别个要钱了，你省得不行了。来，省得不行了。这个很高的喂。老。哎嘛，这儿不是他还供不起，我们进来。好，这是重要噻，还总该等起。小子，你了不起，说起你身了，好起。孩子，再来，生球了那位，球啊，点起来，了不起，好了，哎呀，这不是吊上去又好重。树林主要靠的那个树林嘞，树林走不起来，没条。春节到现在就没得五年，主要上面那个。那会儿主要是搞三六年，时间紧，不出来就跑不得哟。哎，爹，你一个脚不上一条五没得哟？这说什么开出来就？我好像没那个大力的，有一条五嘛。下面有几斤的好啊？哎，个在动一下才行。那个动啷办？那个在脚脚，来。哎呀妈，要得，好厉害老师。哎呀妈，好的。好了，慢点哈。这个还圆。圆。好，你也要得了。慢点来啊！好的。来起！把门儿省不省得起？我就考虑。我得看哪来个把门儿撇了哎，反正没去理他。来起！又来！得行，有人走。又来！好。把那东西给顶一下。来，还成了，要得，来起，回来，跟脚，你过来，撑得上去，好，一担子担横跨到墙上去，要得，来起，好嘛，我赢了，好，客气了。来，在了吧？好了，我怎么样？你跑这里，好。要知道。胡儿的哥，胡儿翻过来还挂起来，让我再救。都不能救狠的，就让开。就让开。
不慌，那灯杆儿一边高一边低，来吧，这只油好大，你小大你。哦，就在那车啊。啊，好好，我们走上这儿来哈，这边。把那个虾子抹在这里，尤其是在里头。你这个口话他不是。啊。打过吗？没漏风还是？啊，没漏风，没漏风。这边是没得问题的那边。在那边，那这个肚子里有点气啊，这个是的。还没走路，手头还在着了。这手头太得脏，不怕抽不到风啊。这差不多了，手头是举得脏木料，用到硬盘。来，上手，我把那个。没事，慢慢骑来的，你还够着骑。也不错。你说的这什么？我早点放过一个重点的，我不想你们再有。他那我他值得那么大的问题？多大的耶？上不了，我那个账不上。哎，上不了，不好哈，上不了。爸爸，我说你那里走开，那老师你在那边去，莫得嘞，因为那边只有买个二棒棒，没那事。你走哎，我一摸摸两个酱哎，好不好？哪位啊？走上去，那边都没事，我只把那一根儿。你他妈是搞错了，你看着啊，是吧？他那边有两根，一条不断呢，哎，有的是弄多的不长会儿，一头整点儿的。他那边儿去就对了，我那个脚我不得那个板板就行。是啥子啊，腾腾的？他是那划一口了哇？那我划的还拆了哈？拆了，他要换挑一口。哦，那就没问题啊。对吧？他要挑一口。好嘛好嘛，你做播放家低调吧，把后头那个板子给捞了，把那个板子捞了，一个杠子剪了。哦，他做一下嘛。啊！摆过了，搞的时候都是把摆的，还是站到那边去。哦，那就去了，嗯。哦，可以跑。那看来不来得活了哦，啊，看来来得活了哦。好，推推推吧，推推进去，推好。啊，对了，开过来啊。哦，你把那把整规矩来走。发现个问题，就是他那个我没回呀。哎呀，带走哎，你车嘛带走。车走吗？带，走得慢。哦，那带走哈。那是你拆开，那是又在家里面。哦，不得行了，不得行了，就是那，那不得行了。啊？哎，不得行了哦。就是那呀，那就挂着了吧，这里。啊，又别了啊，那又不打理，他不上去了啊。吊起他不落，他咋？哼，还是吓人。这孩子得操心，没得走了，估计。嘿，要不得，放下了。放下那个车，放下他。我妈一在车上，他在车上。车一头。哎，那大师们来了。啊。那些大师们哪个来了？让他帮忙啊。哎。
我说你们那个河轮不灵啷个搞的啊？我们研究一下。扯不动啊，拉着了。放嘛，放个出去好吧，把它给放通了。那边直接给我碰一下嘞，给我往通一下。不是，大人子，大人子，哎呀，把板凳搞出来。哎呀，我直接走。抖啊，特别是听到那个咳嗽咳嗽的声音的时候，那是有点危害啊。那是啊，脚脚万一是断得下来，那有个好脚。我特别是听到那个咳嗽咳嗽响啊，爬起来也要受着一个耽误啊。我找他就在说砸酒罐砸酒罐，那个他呀？啊，哈哈哈哈哈，还没认开呀？啊，你昨晚做梦也做得不成了。那年车主那个是可怜这一辈子，那个要整百个个的。哦，红的，哦，这就是奖包。上头拿人车的子把我们过去，脚脚就打，这种啊百个个能够打上工哎。你那个怕有六七百斤重有没得？都有五六百斤的有。对呀，该做橡胶噶。那个时候就该做橡胶。本来是预计的是橡胶，脚下那个地方那个飘窗啊，我又重新盖了一下。如果整成一个
脚下打个板板的话呀，就只有人爬上去。我把脚下那个板板取了过后啊，我们做个软包，可以直接坐在这个地方，就像那火车中的那个夹道一样，就直接坐在那舒服些噻。我就把脚下那个板板取了，取的那个板板丢在那就可惜了噻，那就只有我上面移噻。看来今天人多哟。哎，正常气温到了，安逸了。哎呀，我就安逸了，往上，爸爸。我那边看，那边江上面打得下来，那边，听没有？那边的江山，你就守好哦，听没有？你就站在哪个位置守，听没有？好，快。